明星做双眼皮手术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，闫妮做了双眼皮手术后资源也变得越来越好，也是她的双眼皮让她成功摆脱了当初土里土气的形象，找她的剧本基本都是老板和辣妈的角色。早年秦海璐还非常喜欢自己的小单眼皮，但因为相貌过于独特，秦海璐上大学时没有接到任何一部戏，后来去做了双眼皮手术，让秦海璐看起来时尚了不少，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。张雨绮为了让自己的颜值有所突破，也去做了双眼皮手术，这让张雨绮的颜值提升了不少，也给张雨绮带来了不小的自信，商业价值和时尚表现力都提升了不少。武打巨星成龙竟然也做了双眼皮手术，但不得不说他做的还是十分值得的，先不说片酬更是涨了不少，双眼皮做的就像天生一样。做了双眼皮手术的金城武眼神立刻变得深邃了许多，颜值更是因此拔高了很多度，瞬间化身成 top 级别的大帅哥。景甜因为本身双眼皮弧度不够宽，就去埋了个线，但却成功的变成了悲伤蛙，如果不化眼妆双眼皮就会显得又宽又大。景甜对此表示十分后悔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建议大家可以读一下自控力，实现自控与自律的自我管理。